下来请收看长老发育。我们诸位菩萨啊，学华严经，你得把你的思想修改一下子。我说你过去那么很局限的，局限，就是很执着的啊，很执着的。说你心量很小，只看见眼皮底下。远处看不到了，这个你没办法学华严经的。普贤菩萨有十种解脱门，咱们上来讲过了十种解脱门。我们把这十种解脱门再重复一下，你怎么样理解了这十种解脱门？严禁一切佛果堕，调伏众生，悉令除疑，得解脱。一切佛果堕，你怎么样理解这一切佛果堕？这一切佛果都在一个微尘里头，从这一微尘里头调伏一些众生，令他究竟出来，这必须得解脱呀！不解脱，你对一切佛果都理解的不同。比如说你看这个娑婆世界，咱们这世界娑婆世界三千大千啊，三千大千世界，在一个微尘里头，或者在你的鼻孔里头，你能相信吗？这一切佛果都是事，你必须得用你的理，理是心理啊，得用这性理啊，性理，这性理咱们达不到，咱说心理吧。我们经常这样讲，你也这样惯。说你现在你这一作业，你把你现有的都在你思想当中显现。那这就得解脱呀，解脱，解脱了才能达到这种目的。有解脱门叫普义，普义什么呢？一切如来所，咱们现在求生极乐世界一直都还达不到呢，这普现一切如来所都去了，还这一念间，这得解脱，不解都去不了。还有解脱门，南离菩萨地住大愿海，有解脱门能普现法界微尘数的无量身。为什么简单个解脱？要想从这一法的解脱，必须得走这一个门，十门。十门就得合成一门，一门是什么门呢？无门。有门就有局限性了，解脱了没局限性了。
普现法界微尘数的那么多身，无量身，演说骗一切国度不可思议的那么多差别的名义，在一切微尘悉现无边的一切诸菩萨的神通，在一念中现见一切佛的善事，过去现在成劫坏劫住劫，前头必须得加个解脱，不解脱这种境界进入不了的。像你学时候很困难，所以不要执着，心量放大一点，这视野要宽一点，说在一念过去现在未来，所以结的成结住结坏结八十小节，能以神通力来化现种种身，骗无量无边的法界去。有些他们显示菩萨修行的法，此地，给咱们讲过了，重复说说这个题目。你先得观想法界法性的身，法性身依着的法性的土。咱们现在呢是业报身，依着业报的环境，就是业报土，土就是所居住的处所，而且是解脱了身土不二。那这两个就不容易明白，一切的住着房子也好，土地也好，这个咱们说的五台山这个土地吧，这叫土，咱们这的身，说你的身就是五台山，五台山就是你的身，你怎么去理解？这叫身土不二，法性身，法性的土，自性的身是法性，自性所居住处所也是法性，法性是没有体相的，是无相的，无相身住的无相的境界，叫法身住的法性土，这是从理上说，有情的是理，无情的也是理，在理上只有一个，就一理，叫法性身的法性土。佛的自受用身，自受用土，自受用身是法性身的法性土，有常寂光的净土和毗卢遮那，毗卢遮那佛住的是常寂光净土。卢舍那佛是报身，十报庄严，就是他无量一劫所利益众生的功德所成就的，也报身佛。那时候他所住的土呢，就十报庄严土。然后我们要生极乐世界，是释迦牟尼佛的化身，化身土。凡夫也有，圣人也有。身不同，土已不同。俺们的业报身，那你随你业报了。你的住处、环境、条件，那也是根据你过去的福德。福德没有了，就剩了业报，业所感的。今儿你分解明白了，知道了，以后你才能渐渐能够进入。咱们一谈到思想观佛的时候，观想佛，
说是骗些住，骗些住，这都是佛的修德，修德利益众生的事业。但是我们用我们右眼观看啊，那我们叫现在说对的境界，释迦牟尼佛生在印度迦卫罗国，现在已经不是印度了，是尼泊尔了。对，那佛舍生的是生尼泊尔，在过去佛降生的时候是无印度。现在印度不是原来的了。我到印度时候没有巴基斯坦，没有孟加拉，现在把印度又分了孟加拉国、巴基斯坦。巴基斯坦也很大国啊，强国啊，如果巴基斯坦跟孟加拉跟印度合了，比我们中国人口还多。这就变化好长的时间呢，不到3000年嘛，要2000多年嘛。土随时的变化，国界随时的改变，无常的了。但是要华严经上讲，没有变化，没有变化，业报的变化，性体上没有变化，没有变化。你现在看看佛的国度，佛出生地尼泊尔是个什么样子呢？很烂，很烂，国也很小。那来这个来观释迦牟尼佛，那是他化现的，临时化现的，化现的不是真实的。那我们现在讲的是一是佛的受用身，智受用身，智受用土，十宝庄严度，他受用身，他受用土，那方便有余度啊，凡圣同居度啊，那就不同了。变化身所依据的变化土，它随时改变的，既然是变化嘛，变是不定的意思了。但是我们学华严经一个，先要学一个不变的。对，最初我们开始讲，我跟大家说我们共同学习，学习个什么呢？相信自己是毗卢遮那，就是相信自己本具的离体，就是性体。那所依据的，依据的什么呢？不是业报，是性体本具的土。那现在是这个，咱们这个土是随着业报显现的。那咱们观想咱们的法身，咱们叫十宝庄严度，或者常寂光净度，身土不二嘛，是不是？但是我们没有理解呀，没有正德呀，受到业报身所限呢，受业报土所限呢。你什么样的业，你就感什么样的果。说变化的身在变化途中就不停的变化，永远不定的改变，变化无常的。懂得这个意思了，你那个解脱的思想，解脱的思想，不局限的思想，那你就来学华严的境界，也就是普贤的境界。普贤境界。
不言这普贤菩萨他所证得的他所示现的完全不一样的。这个什么不一样的呢？就是跟我们想象的，如果利母的情知感情的执着那入不了法界，你没法把这个法的圆融的境界。三世就是过去现在未来，三世设在一念间，一念的三世，你怎么能理解呢？这是菩萨的他的大境界。所以学华严的时候，学普贤的境界的时候，你先把这个境界，无境界的境界，根本没有境界。这就入什么呢？入你的智慧。你这《金刚经》说，一切有为的法就是做梦。人前几天讲梦了啊，大家理解这个梦就好了。梦只是一种体式，幻想的，不实在的。就像人演的话剧呀、它不是实在的，是画线的，假的。懂得这个假的了，就懂得我们的人生。咱们说人生嘛，人生随时的变化。就像刚才我跟大家说的，我到印度时候只是一个印度，跟我离开印度的时候，到西藏，在西藏再回国，到50年，那变化了，印度一国变了4-5个国家了。那从4-5年以后，第二次大战以后分别的，像孟加拉国还晚，是那时候只有巴基斯坦，那是一个回教的，就是信仰不同了，就分裂了。巴基斯坦呢，它又分裂了，有东巴基斯坦、西巴基斯坦，中间隔着印度，那又分裂了，又巴基斯坦又分出了个孟加拉国。孟加拉国也1亿多人口呢，这土地变化，人呢？巴基斯坦当然不是印度人了，是巴基斯坦人了。那分裂的时候，那就不同了。有分裂，有圆融的。那么像各个省份、各个民族、各个地区。你把它总体看成了是一个。咱们说极乐世界、娑婆世界、药师琉璃光琉璃世界、南方不动世界，好多个，这是大的了。实际上就唯心识所现，就你心识所现的。这个观呢，你必须得先修好，你再修华严经，这个时候你再理解一微尘，一个微尘里头，你能相信吗？极乐世界、娑婆世界乃至药师琉璃光世界、不动世界，都在一个微尘里头，相信吗？就是这一微尘也不存在啊，这一微尘也没有啊。这叫做法性身即法性土，跟你修德的功德，从初发菩提心到利益众生成就佛果了，一正二报同时的。而那个西方极乐世界是阿弥陀佛48愿成就的，
愿成就的。西方世界有吗？对着东方，我们这个娑婆世界，说西方极乐世界，而且凡是释迦牟尼佛所说的教法所显现的世界，只有一个华藏世界。咱们将来讲世界成就难力啊，就知道了。知道。这是世界总的第二十层、第十三层华藏世界，所有释迦牟尼佛所说的这些果道，东方、西方、上方、下方、中方，全是叫华藏世界。那这些个佛都是在华藏世界里头的。二十层，这仅仅是十三层。这就他的相上说说话的果度说。实际呢，微心所现，微心所现。但是呢，国土的不同，在尘刹现身的不同，随着众生的根基的地处不同，说的法也不同。那各个菩萨的发心，因什么发心？什么原因的发心？那根气，根气的不同，他所遇到因缘因不同，说干的果也不同。但是在《华严经》讲说，一发心就成正觉，叫因发心的因，就该果得了，就应该果海。成就毗卢遮那了，果成就了。果怎么成就的？是因而来的。果彻因缘，你这样。每一个菩萨，每一个众生，各个人发心不同，他所遇的缘不同，因为缘起不同，他发心就不同。但他成就了时候，入性海了，同了，同，这叫佛佛道同。发心修因的时候不同，等成到佛果的时候都平等了，就通了。我们再举个我们这个六凡的境界吧。天人阿修罗，地狱恶鬼，鬼道很多，并不是全是恶鬼，恶鬼是鬼道的一种。那有财鬼，有无财鬼，到了鬼道了又平等了。蚂蚁死了，它也变成鬼了，到鬼道它又平等了。马牛羊鸡犬四，在它生的时候都是畜生，它畜生有飞禽，也有走兽，也有海里的，也有陆地里的，各个生活不同。它变成鬼了都一样了，死了之后变成鬼了就都一样了。人死了变成鬼，一些动物，有情动物，他死了也变成鬼，说鬼道特别多了，那又相同了。同中又有不同，有财鬼，有无财鬼，并不是鬼都是恶鬼哦。鬼道也很普遍呢，也很不同的。那鬼里头还会有国王、鬼的王、各种鬼王。你看《地藏经》上所说的，都是鬼王。那鬼王有的是菩萨即现的，那他有不同。看他各种的发心是因不同。看证到果呢，果就同了，证到佛果是一样的了。不论什么因，从哪一个门入的，这不有十字
普贤菩萨说的就是十种门嘛，门是通达意嘛，他从这门入，他从那个门入。咱们这法堂前门算正门，这两个算偏门，咱后头也可以进来，那叫后门。开后门不能在前门进，人正上课呢，他转到后边去，在后门进来了，这就开后门了。没有不同，进到里头来都一样了吧？就是你从哪边来的都可以，但能够进得去就好了。所以普贤菩萨说了这么多的法，这么多的方便门，就是利益众生的方式方法，乃随众生的因缘，随着众生的根性，随着的爱好，这叫对机说法的。法门无量呢，是因为众生无量。你这种的思想理念来这样进入，这个反而你把放下了，不执着了，先把你心里头啊以前的知见想法把它空掉，空掉就是放下，完了重新学习普贤菩萨，你才能够进入吗？说普贤菩萨所说的这个教法，就是这一段，就是这一段啊。都说是各个菩萨的因地，来利益众生，发菩提心，行菩萨道的。是言佛果度。那咱们前头说了种种的神，他言佛果度的方法不一样，也都度众生。也说的都是大菩萨的境界。那以后普贤菩萨的说的跟着十普菩萨说的，普贤菩萨所说的法门是总说的，十普菩萨前头都是普字，十普菩萨所说的各生一门，十普菩萨所说的就是普贤菩萨前头所说的十门，十个有解脱门，那十普菩萨各个修的一个解脱门，这一段的大意就是这样子。普贤菩萨以他自己的功德，在成佛的神力，凡是佛菩萨说法的时候都要尊重，说成佛的实力才能演说。在这个法会之中是毗卢遮那佛的法会，普贤菩萨辅助佛弘化的，说必须加成佛实力，成佛的功德加此力，加自身的功德力，加佛的威神力，演说的这些法，演说这些法也是他自己修行的时候所做的，所成就的，完了再显示给众生。说佛的庄严宝刹很多很多，等于一个微尘，一切微尘，一微尘就代表了，一微尘代表一切微尘，这些果度都是微尘所成的。那这些果度中，所有现在闻法的大众都是清净的，没有业障了，没有贪嗔痴烦恼了，都是清净的佛子。说演说的法呢，像下雨的